娜姐，相比来节目之前，参加节目之后的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吗？我刚来的时候是因为轻敌了我以为这个节目应该没那么累。来了。现在觉得还好玩吗？不好玩。为什么不好玩？就是你刚学完那种啪啪啪啦啪啦啪啪那个动作一会儿就忘了然后呢不能正常的睡觉，躺在床上都蹬腿儿，真的蹬腿儿我曾经想逃避过，我都想让我助理能不能，我就想收拾行李偷偷从后门走被拦住了，到处都有小姐姐啊。娜姐你去哪？回去。没有，我没有跑出去，就是我想走连跑出去的机会都没有。不是，我只是想过这一刹那。什么令你坚持下来？来这个节目也是你自己亲口答应的呀。最后我能半途就灰溜溜的拎个箱子回家，你其实孩子们以后永远都会半途而废，过不去这个关，然后就想跑了。这个事儿我觉得算了吧，没意思。